Hi, my name is Lisa, and I'm from Auckland, New Zealand. 从小到大，对台湾的印象都只能从我爸爸妈妈的口中得知，一直都没有能够好好的回来这里走走。那么也就因为这样，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只要有机会，我都会回来参加侨委会所办的像 AIDS Summer 啊，还有观摩团的这些活动。那透过这些活动，可以让我认识真正的台湾。以前对台湾的印象都是那令人骄傲的台北市，不管是交通还是建筑，在世界上都是数一数二的。不过其实对我来说，真正台湾应该是那乡间的人情味。面积不算太大的台湾，从山到海只需要短短的几十分钟，也就因为这样，在很短的时间内，我就可以感受到两种风情。在台湾，山城的美是绝对不能错过的。短短的一条老街，两边住着几十户的人家，使得这里人之间的关系特别的亲切。而吃更是老街特殊的文化。在九份最著名的就是藕姨了，软软 QQ 的口感，冰冰甜甜，在夏天品尝是最舒服不过的了。望着太平洋，想着妈妈，宝岛台湾原来是这么的美。喝着故乡的茶，看着故乡的人们，原来故乡这两个字是这么的可贵，这么的可爱。而我很骄傲，台湾是我的家，我的家叫台湾。